天来圆山站这边，那今天要去吃一间那个英国生蚝海鲜小屋。那为什么会来吃这间呢？就是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呢，他刚好在整修，那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吧。然后他整修了一个多月这样，所以后来就一直没有过来。因为昨天呢，刚好看到他们在网上有贴那个法国空运生蚝的照片，我想说那就今天来吃看看。然后因为今天呢人真的有一点多啦，因为可能刚好有一些原油会吧。所以等一下也不知道要不要排队，因为它是中午才开门的，但是现在才刚过中午没有多久。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一间呢？就是以前我在台中有常去，这有点暗。以前我在台中啊，有常去一间那个法国人开的红酒店。那因为当时呢，开这家店的这个老板呢，刚好在那边帮忙开那个生蚝这样。那因为呢，那时候有一个组合，就是两个生蚝加一杯白酒的这样的组合，所以那时候觉得还蛮好吃的，所以就吃了两组这样。然后后来呢，也是因为看了那个老板的资讯，才知道他在台北有开这个生蚝的店这样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来啦。直到之前有带大陆客人来台湾旅游的时候，那时候有过来这里，有来吃过一次。后来第二次来吃，就是刚好上一次来他在整修的时候。我一直有在 follow 他们的脸书啦，但是看到那些生蚝其实一直还蛮想吃的，但是找不到时间过来吃这样。那等一下就带大家去吃一下他的生蚝吧。我刚刚一直以为我提早来了，但是我后来想说他的营业时间是12点，怎么想说到现在已经12点了都还没开，所以他现在内部装修暂停营业，好吧，那就真的吃不到了。哎呀，那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老板到底换人了没有，所以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不用排队的感觉。到了就在这边，哎，满的。我太很简单了。对，因为看要坐这边还是坐这边都可以。好，因为这边的话等一下可能要并桌而已。没关系，那我等一下先坐这边了。好，今天好，请开始。因为正好坐在第一排，那所以呢就会一直听到那个乐团在唱歌的声音，所以我很怕有那个版权的问题，所以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说，如果你不吃生蚝的话，那菜单上面会有哪一些东西是你可以吃的。也可以走到柜台这边来呢，看老板怎么样开生蚝。那你可以看到老板在开生蚝的速度呢，真的还蛮快的，而且动作很利落。像其实如果你会开生蚝的话，你出国的话呢，就是有时候外国会卖一些整盒的生蚝，那有一些人他就会买回来自己开。因为我不会开了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这边看老板开就可以了。炸鱼薯条是哪一个？对，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我还有这个，那我还要我上面那个我有4种生蚝，我各要一颗。对对，上面其实有5种。最下面那个不用，最上面那个。其他都不用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生皮是黑的白的？我要白的。白的。对。这样就好。对。哪一个？对。等我一下。那走过来这边呢，是他们的餐具跟酱料区。那这边有一个板子呢，上面写说今天有哪一些生蚝。那再往下看的话呢，就是会有一些很基本的配料，就看你想要加哪一种。那接下来右边这边就会有他们的生皮，就是一个是健力士呢，然后一个是什么牌子我也忘了。
大家可以看到我点的这个每种口味各点一颗的生蚝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颗是哪一颗。那老板他送上来的时候呢，有大概跟我讲一下，从12点钟的这一颗先吃，接下来就是1点钟、3点钟这个顺序把它吃下来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啦，至少他还有稍微讲解一下在吃的口感跟顺序这样。大家应该都可以一直有听到外面有人演唱的声音，那我很怕那个音乐有一点问题，所以说呢，我也只能另外再配音而已。我已经尽量的把音乐呢调很小声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准备开动啦。我这个时候就先把 GoPro 调成超广角，所以整个画面会有点扭曲。吃生蚝的话呢，每个人喜欢搭配的酱料不一样，但是我个人呢是偏向于就只加柠檬而已，因为我觉得柠檬呢就是跟生蚝的那个鲜味呢，我觉得真的还蛮搭的。而且呢，这整个可以吃得出来呢，就是生蚝呢它非常的鲜甜，而且非常的滑顺，入口之后呢还是有一点甜味在那个舌头上面，所以真的觉得呢，就是真的还蛮好吃的。只是呢，生蚝呢，因为非常的好吃，所以呢，就会觉得吃了一颗呢，你就会想着呢，再接着第二颗，然后第三颗。总之呢，你就是很快的就把生蚝吃完了，然后呢，就会觉得非常的意犹未尽。毕竟呢，生蚝呢也不是很便宜嘛，所以说呢，还是不要吃太多好了啦。基本上呢，我还蛮喜欢吃炸鱼薯条的。那炸鱼薯条呢就比较简单，就是我习惯会在上面加一点那个柠檬汁这样。那它的炸鱼薯条呢，外面炸的其实也算还蛮酥的，然后里面的鱼肉呢也不会太干了。我有吃过那种炸鱼薯条里面是非常干的那一种，但是它的我吃起来我觉得还好，至少还是鱼肉还算蛮湿的啦，就是有一点滑嫩这样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那除了吃炸鱼的话呢，那一定就一定要搭配薯条嘛。那吃完薯条之后呢，也一定要搭配一杯清凉的啤酒嘛，这样才可以做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。我是没到半桶，结果很快就吃完。好吧，那就先拍到这里。